拜托，我这么懂狗都教不会了，你在那边。Emma，坐下，握手。嗯、啊，你怎么教会他的？首先，当然是最基本的坐下跟握手喽。Emma，来坐下，坐下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手这样啦，握手，手，握手，坐下，握手。20 minutes later， 怎么完全教不会？看来应该是跟我还不太熟，毕竟刚到家里，我们再慢慢培养默契，慢慢练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老婆小鹿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来试试看。”哦，拜托，我这么懂狗都教不会了，你在那边。Emma，坐下，握手。嗯、啊，你怎么教会他的？就叫他坐下握手，坐下握手，然后他就会了。我也是这样教啊。没在胡乱，小鹿一出手就教会握手。Emma真的不到五分钟就学会坐下跟握手了。好 ，fine， 没关系，这两招就让你。等到其他进阶版的动作，我这个养狗达人再出手就好。后来就是练到坐下握手，坐下握手，根本跟呼吸一样容易了，难度增加。然后就轮到要教比较难的趴下 ，biang。对于一般的家犬，已经是有难度的动作。Emma， 来趴下 ，biang， 趴下。趴下，先趴下，先趴下，先趴下，趴下。等一下我要变。我跟 Emma 努力了大约花了两天的时间，哼，完全学不会。这个时候小鹿又说：“那再换我试试看。”哎，不是我在说，这真的超难的啦！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 Emma 趴下，变。哦，你怎么教会的？你不要再跟我抢招式了啦！就这样 ，Emma 大部分的招式都是小鹿教会的，每招不用五分钟，教什么会什么，完全不给我面子。平常只要看到 Emma 躺着，我就过去窝在她旁边抱她，让她感受到我男子汉的体温，让她知道什么叫做主人的爱就是那么温柔。然后她就站起来走掉，每次抱不到一分钟就站起来走掉，抱走掉，抱走掉，抱。又走掉。经过很多次实验后，我能确定，因为 Emma 是长毛狗，所以她比较怕热，这样抱她，她一定是很不舒服的。我这个做主人的，要给她一点空间，才不会让她太热，才不会有窒息的感觉。嗯，一定是这样。唉，我真是太贴心了。然后我走到客厅，就看到，她为什么让你抱着睡觉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们已经这样睡了一个下午了哎。然后他们两个竟然还可以换姿势，用 Emma 当脚垫、当枕头都不会跑掉，连这个最亲密接触的默契也没有我的份吗？好，是你们逼我的，看来不得不使出狠招了。难题，因为平常 Emma 所有的生活都是我在弄，带她散步，帮她捡大便，听起来好像很一般，好像很容易，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Emma 在外面是个敏感的猛兽，在马路上她会追脚踏车、滑板车、狗狗楼，还有很大声的公车，只有摩托车和汽车不追，其他都会追。所以走在路上的突发状况其实超多，尤其 Emma 最喜欢大便大到一半的时候分心去追车，所以我捡大便捡到一半，很有可能直接被拖走，或者有可能被拖过去勾到她的大便，反正就是一团乱，超难处理的状况。正好上个月我。带女儿去朋友家玩，顺便住一晚。小鹿因为隔天工作必须要待在家，我就把照顾 Emma 的重责大任交给她，顺便让她吃吃苦头，让她知道平常我是多辛苦的在养狗。隔天早上，我眼看散步的时间到了，是时候关心一下了。带 Emma 散步还好吗 ？OK 啊。她都没有怎样吗？嗯，怎样？她没有追车吗？没有哦。她有在路中间大便吗？没有哦，我都搞定了。很轻松哦，我去上班咯。怎么会这么轻松？所以平常是在故意刁难我吗？为什么这么乖巧？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主人放在眼里啊！我不服，看来是时候找人问清楚了。宠物沟通，我们找了一个听说很准的宠物沟通师来解答我的疑惑，听听看 Emma 心里面到底比较爱谁。我先发问一下，你知道 Emma 是什么动物吗？狗。哼，准。你知道她是男生还是女生吗？女的。哎呦，真准。那你知道？我今天穿什么颜色内裤吗？红色。准。认真一点啦。好啦，你知道在 Emma 心里，我跟我老婆谁才是真正的主人？他。啊？那我算什么？工具人。靠，工具人！我每天照顾你，陪你散步，帮你拔屎拔尿，挑选顶级食材，亲自为你下厨。哪有？你的菜都全联买的。闭嘴！他们的菜都有履历。我这么用心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！后来我想一想，其实我跟 Emma 的关系已经不错了，只是她跟我老婆的关系是令人羡慕的好上加好。哎，算了，都是家人，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。反正结论就是要跟狗很亲密，有默契，跟什么知识跟技术都没有关系，只要对她很好，对她很温柔，真心的爱她，狗狗都能感受得到。但是你们好你们的，只要不要在我面前炫耀就好了。拜拜。哦，你又在教什么了？ Emma， 拜拜，拜拜。Emma， 拜拜。啊，他就后腿有问题了，不可能啦！这种招式都是电视上的狗才会啦。拜拜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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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等等等等等等